马上就在那一轮休假之后获得单场 MVP。 这一次呢，一样我们上周英语哦，一连延了四场，马上一回来呢，雍姬就用他的棒子告诉大家他的手感依然还在，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上周延赛的时候都用什么方式来维持自己的手感呢？上周大家都等到发门，那相信观众也是，那很高兴今天大家直到最后那赢得这场胜，谢谢你，掌声鼓励。那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下半季的赛况已经越来越激烈了，这一周我们跟兄弟的比赛对我们的战绩来说可以是非常的关键，那你在八局下半用全垒打帮助球队赢下今天的胜利，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时候打出全垒打的心情？当然很开心啊，那当下只是想上，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可以靠脚程到二垒，然后给做那个呛子给泰山，想不到自己就轰了一支全垒打。再次给我们陈雍姬一个热情的掌声。那当然呢，我们今天的封神呢，除了有我们的雍姬之外呢，请大家继续把我们的双手借给我，让我们邀请今天集出他们生涯首轰。今天很难得哦，可以在我们一军的球赛看到郭富林击出你的生涯首轰，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击出首轰的心情？击出首轰的心情就是跟大家一样开心，就这样。掌声鼓励。那郭富林是不是想把这一颗首轰球送给一直以来最支持你的家人？可以趁这机会跟他们说说话。我这颗球我最想要送给我爸。因为他现在最需要我们大家的支持，也希望他可以尽快好起来，谢谢。